你。如果爱不存在，这个合理活的动物园音乐会里面呢，有很多歌是我从来没唱过的，就是新专辑的歌，所以完全就是在当天的音乐会是全球首播这样。对，有好几首歌，当然舞台这方面我还是，要跟回我的这张唱片的这个概念。然后舞台的设计基本上是会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笼子把我关在里面，然后可能不是小的，比较大的一个，然后跟这个围观者被围观的这个感觉还是会在舞台上呈现。因为这一张我还是希望做多一点是唱现场的这个音乐会，来跟大家分享音乐。然后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在北京办自己一个人的一个这么棒的音乐会，然后还找了很多的朋友来帮我就是一起唱歌。然后这一次找了除了我自己，还跟我的乐团们 Sensation 们会一起在这边献唱。然后还有也是我第一次跟张靓颖同台合作，就是合唱这样子，所以当天会很棒的一些合作，也是都是第一次的。因为他对我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也是热爱音乐的人，他也是，对啊，所以这一次合唱就是迟早的事，只是说这一次他正好这个时间跟地方他都在，然后他也说他很想去看，所以就直接干脆说，哎，那就要不要一起唱啊？他说好，那好就一起唱这样子，对，单纯的就是一个表达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情绪，或者是带到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到他们自己的一个情绪跟一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这样是最棒的。